Hello， 崔友们，这个是最近几个月崔友给我寄的大理石啊，还有就是网上那些黑粉说的我黑的料子啊，来给大家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，因为这些都没有人要了啊，除非有人要了，我都当天都寄回去了啊。今天主要做这个视频的目的也是为了清理大理石啊，老是放在大师家里面也不好意思啊，然后也有粉丝说要练练手啊什么的，到时候给他寄一点啊。我们就倒出来了，我们看今天这一箱能不能装满啊！哦，发财了！哦！发财发财！哎呀，哎呀，等我大师地板砸坏了，对不起啊！走走走。哇，浇浇水呀、啊，种种菜呀、啊，来给翠友们送个福利呀、啊！开始检验大理石的时刻到了啊！可以直接，这个是直接可以送的啊，然后这个是值得做的啊。哎，这板料还不错吧？这上次那翠友不要的啊，期间我还送了两块给翠友，那到时候压个珠子吧，到时候。这份打出来糯种啊，哎，这工费又不少了。没事，送，为了翠友啊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 啊。这种就太嫩了，这个就没啥用啊，送了吧。哎，这种大理石你们要不要？大理石不要了吧。啊，这个油青啊，啊，这放鱼缸嘛，拿回去放鱼缸嘛，挺好的啊。这种大理石就不送了吧，就当个小板。哎，也可以送了。运费自理啊，运费自理啊，来。要的话底下报名啊，扣一啊，啊，到时候随机啊，跟我们老规矩一样啊，截屏送啊，啊，这个就是没啥卵用的啊，啊，这也是大理石，没啥卵用啊，算了，不要了。哇，这跟后山捡的一模一样啊，后山料啊，凉凉啊，凉凉啊，哎，这个是没错啊，这个有用，这个回去奇石海见，来。这块可以，这块水头厂啊，这块可以压个珠子啊。嗯，这个大理石种吗？还是送给大家了。哇，这真是奇石百件哦。这个摆在家里面，这个要不要？崔友，哈，这个，哎，没事，送你们块后山两回去玩一下啊。啊，这个也是奇石百件，哎，送你们了，祝你们好运啊，开个帝王女出来啊。哈哈，哇，这个也是奇石百件。送你了，崔友，这个也是七十百件，送你们了。我也没搞懂你们到底这种要不要，哎，反正就送，反正就送。哎，这个七十百件啊，这个也可以啊。嗯，送，七十百件，哎，送，这也是七十百件了，送。哎，这个还是有紫罗兰啊，打个珠子。嗯，这个也打个珠子。这个有点肿吧，打个珠子。七十百件，七十百件，七十百件。你这块种子还可以啊。哎，这个到时候搞个小挂件，让熊大熊啊去搞个小挂件。哎，这个七十百件，七十百件，七十百件，七十百件。哎呀，好无聊，七十百件，这做出来也不好看啊。我感觉这些料子压出来的珠子还不如去市场买，哈哈哈！哇，这个七十百件，送了，崔友，洗个脸先，太热了，给崔友送了大理石百件一个，哎，这个大理石百件一个，啊，大理石百件一个，恭喜获赠大理石百件一个，来大理石百件一个，哇，大理石百件一个。大理石摆件一个，继续大理石摆件一个，大理石摆件，七十摆件一个，大理石片料一片，大理石片料一片，压珠子一块来压，哎，这块奇特啊，这块，来，大理石摆件一个，大理石摆件一个，人人都有啊，只要你付得起运费啊，哈哈哈哈，都会给你送到家呀，七十摆件一块。哎呀，后山料一块，木纳白岩砂一块，
哎呀，哦，这个带绿啊，这个来，拿个珠子啊，还废料一块，废料就废料。哇，这块可以啊，这块可以搞个东西啊，怎么什么时候有这么好一块料啊？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这块还可以啊，这块发财一块来，哎呀，来70白件一块，能送都给你们送了。大理石，大理石，发财石。啊，好了，下班了。哎呀，他累死我了。哎，这块还可以啊，这块谁的？这块就是纹裂多了一点啊，总之还是不错的，毕竟紫罗兰飘花啊。这块可以拿去给阿芬雕一下啊。这块到时候谁的话联系我啊，联系我一下啊。想要这些大理石摆件？哎，在评论区扣一啊，我们截屏抽取啊。然后珠子的话，到时候等我做出来，别急。哎，等我做出来了，到时候我们再来一期视频，然后让你们发财。我让熊大过来拿去压珠子啊，就压那种工期比较长的，可能要一两个月啊，毕竟便宜嘛，一两块钱的话，一颗的话就得压一两个月啊。而且这有的还没切啊，他不知道搞不搞得了。那我们这期就拍到这里啊。回去好好搞一块钱一颗。差点多要睡觉。我要回去睡觉。